一楼。不进去没枪。啊，一把枪没有吗？啊，冷啊！昨天晚上长沙，我操！还有枪吗？你没？啊，没。我现在也冷啊，今天突然变冷了，我就一把枪。完了，三楼一楼有人，一楼有人别进去。是。一楼有人不打了吗？难道？没枪了你没？我去一楼了。二楼。一号楼，二楼。哎呀，我操，掉下来了！打 bug 了，稍等，切出局再切回来。一号楼有人吗？三号楼有人，一号楼有人，不是二楼吗？哦，我说的是三号楼、二楼。三号楼、二楼。我去一下高架。你的妈！你捡了一把没子弹的大盘鸡，咦西 ，Beautiful girl， 一把步枪没有。噔噔噔噔噔，啊，就在那二楼，不清楚，三楼。A beautiful girl， 那那那那 you the way。哇，这个一号楼真穷，就一把喷子。机动拳，机动拳。那么美滋滋。我讲东西一直没讲明，讲明白过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铁包就像个肉。哪个不长眼呢？进来捡垃圾的，进来捡垃圾的，看看有什么不用的。捡了一堆新枪，然后装上弹夹的嘛，进来捡垃圾的。A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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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 AK。猛男枪换 AK， 猛男不会用。走了，看看老营地该出来了。堵桥去不？不堵桥。车直接走，有车有车有车，外面。Oh beautiful girl， 啊，江老韩从今天开始叫江博士，博学多才。为什么要叫江博士啊？江博学，博学啊？为什么？就江博学，他昨天疯狂的给我们科普知识，都在看《动物世界》，导致操管都来了。嗯。看动物世界为什么超管回来、啊、他就是给我们做各种学术研究，就比如各种就是那个动物的交配方式。我昨天晚上开播的时候，我听说是什么图图涉黄直播间被超管警告了。对的，海豹是个渣男。对的，因为他告诉我们在北极海豹里面，海豹有点渣，就海豹是吃企鹅的嘛，他吃着吃着，他会操起了。最变态的就是，他操完之后就把它吃了，还在连你头顶有空桃。然后他说，乌龟之间的交配，这个代价就是你要死了。你这也太凶了，兄弟！捡个雷。别打七六二，没人要吧？哎，捡错了。嗯、啊，扩龙呢？扩龙能给一下不？啊，快走了。然后他讲的乌龟交配的话，就是他会伸出一个比他头还大。啊？哎，就大概这么个意思，我学的一批。真
道平时看的都些什么玩意儿。什么呀，那个坡后面有人，在那个340后面，坡后面就是右边坡后面，我看到一个人影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咋的，刚才有个不要命的，你咋看他队友在哪？在找，现在把药打上。有绷带。这车不好开了，这车不好开。妈，没这三级甲，我已经躺下了。看到了一个，哇靠，中间躲掉，躲中间有人，躲了我捡了白 W 吗？你快赶紧过来啊，来人了，我找车。我操，你不在啊？哎呀，我以为你一直在车上。他看到，他们肯定看到我们了，开打吧。这还琢磨啥呢？我也看到了。找啥啊？动啊动啊动啊，管他呢，他要过来就过来，不要过来就不过来。你现在打他呢，别人就百分百确定有人，你不打他呢，他就猜有人。不打，我就站着看，静静的看，对吧？你说你好，你能站起来干嘛呢？不该吗？他猜有人，他这么瞄我们半天了，猜有人。我们门口在边上都打过枪了，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。我就不是很想理他，你知道不？他打我又怎样，我在那里不是很想理他，要过来就干他，不过来就耗着呗，耗着吧。啊，后面我操，这一个别漏啊，他妈人家都打过我了，你别漏，别漏啥呀，你漏不漏有啥关系啊？你不觉得还少点什么东西吗？有762子弹吗？马哥，762，马哥整理762。不是，你不觉得还少点什么东西吗？爆头呗。啊、你提醒他干嘛呀？给你三。这样不就显得我好像不讲道理一样，专抢队友装备吗？都给一点嘛，都给一点。桥下了，桥下。桥下，开车去看桥下。一直一边，你一边。百分百去桥下了，这个。快点吧，我也去啊。不是，我们盯着的，一人一边的。我没高倍镜啊，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，看到了。啊，他们不就得了？都死了。哎，大钱呢？回去帮他们。一枪。两个一人枪。在柱子后面阴着的，过来了。我知道他在柱子后面。哎，他旁边有人，灯塔那个斜坡那边，在打我。哪个柱子？第二根。灯塔。你水最近的这根，他们的这根，两个柱子都有一个，再往他们再往那边走了，再往。这里他妈的真的烦，你回去马哥，回去啊，绕一下吧。我们就来上了，死一个。我的三倍镜真不好打呀，桥底下有人死完了。别下去了 ，M24 换这么枪换吗？桥底下还有一个。换断了，你要玩你玩。
桥要堵啊。堵啊！谁他妈都过不了这桥。哎，给我都可以。谁能过这桥？就他妈在航站楼上面这个，这信号塔上面这几个人不给他收拾掉。你三就别琢磨过桥。我让您知道什么叫三毒以内不进圈，进圈只打决赛圈。阿里亚他们在找船。找船过来的是。他开不了车。疯狂。他们走。哎，我这我们开车去左边了。啊，我没高倍镜，我不想跟他对了。你们打，我操！我们连着被打两枪，你他妈在逗我？我没药了。要你自己先进圈吧。怎么没完没了？从塔上下来，打坡呢？是不是吹牛逼啊？这样都能打到我？牛逼啊！多一枪开心不？抽死你老子！打全没完了，我去！哎呦，硬是！哦，不是啊，是不是你妈的？他前面连打我四枪，高手高手，发的很。我最近被这种散枪响，就单局打这种散身枪法打傻了，你知道。那打倒又没用，在那噼里啪啦，噔噔噔噔，打打打打打。我先进圈了，没药。借不借？借不借？这打啥呀他？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你这边打又打完了，我现在是没药、没头、没甲，我操！我去做点东西去。去妈的！牛皮！救！救！给老子救！上桌。你没车没头没脚，你就直接进先进去。我马哥你先进，马哥你先进，我有药。你妈！妈了个巴！机场圈。装啥呢？来了，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赢。进了，进了，进圈。欧他娘的，别进圈，好吧？好，他们有个人硬了，欢迎林，你盯着。现在抢到哪了？拉我，你拉我车身拉。没有一个能过圈的算我输，有必要。有个开蹦子去中段了，知道。哦，我操！他们俩天天都过不来了，还几个？两个在中段。他们准备冲锋了，你得回防一两个。得回防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得。来了，我有药。你加枪位，他们有加枪位。我有一点药。我打个药过去。今天过桥你失了智，看你能不能过。妈了个巴子！
有个困到最前面的烟了，我在赶回去路上。老子在桥上来，没想到吧？来来来，过来两个，哦，看到我了，往前这边过来了。脚底下一个 ，OK， 觉得他们有人，别死啊！你别死啊！你真别死！僵住了，我僵住了。觉得他们有人在底下游泳，帮不了你们。哇，我炸了一个！哎呦，我炸了一个。哎，西巴烦死了你！哎，我这边冲又不是，不冲又不是。哎呦！我哇，这俩孩子真的烦。四倍标，被吊打，吊打被。你加油啊！黄永林，你刚才继续在那个漏斗就好了，你再上去好。对，我不该上去，我不该。好尴尬，我以为他看不到我，哎，你那边一倒，我就觉得很尴尬。怎么看到我的呀？懵了。大哥，看到你不正常吗？那位置在烟里面过去的，我还是有点不。嗯。打烟。不行，我得把我药全丢了。那个捡到我药。那你还没死透呢。王建林那天倒了，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我的问题，我的他倒了，我被迫要上去的。我一直在架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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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果一枪给我嘣没了。加饭，早餐吃完。哎，被教育。没有吃饭。这三百幺那是太难玩了。八卦一下，我感觉我要被毒死了，兄弟。王老丹遇疯狂粉丝之爱。不要这样，兄弟。2000只考拉或被山火烧死。丛林大火威胁澳洲国宝。澳洲国宝原来是考拉，不是袋鼠。是不是这两辆车干的你们？是的，没错。那我是不是应该逃远一点啊？快跑！这几个人好牛逼，好强！我他妈不干他们！快走！你奶奶！哎，这机场没人吗？到现在为止都。小逼让我变单排，你看我干不干你们就完了。冲冲冲！把他们全都堵在安全区外。哎呦！在那盆坑里面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在那坑里面？我感觉这堆可能是挂吧。我讲真，看着你的。我讲真，这他妈有点像挂了，啊、我不跟开玩笑了。我说我去桥上怎么被看到的？这他妈真的有点像挂了。真是挂了，透视。看了看了看了，我这边看不了，我也不是。他不可能看到我在桥上的人一开始。啊？这他妈真的有点像挂了。是刚才那一队的是不？是一队啊，死人的杀那个人 Y 字开头的。对，就是他 Y 字开头的。这他妈就有点像挂了，我讲真的。牛逼！一开始我在堵车没漏，他就在穿我。
那也透视，至少是个透视。咱准不准不说，至少是个透视。不是，我说一个人厉害吧，不是不能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。没有，为什么没有死亡回放了呀？我操！就看一下，我点了观战，我点错了。对吧？看一下吧。讲道理，我那个一般来说应该看不太到，他硬看就没办法了。那什么，你看就推对去就，那我也回放了吧。讲道理吗？我一个在毒里面跑步。嗯。知道吗？拿包烟啊。嗯。枪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枪没多大问题。拉到前面那个位置。有可能开东西，也有可能他队友过来。哎呀，林子位置倒了，导致我们守桥守不住。他这不倒了，难搞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发什么神经？啊？看完了吗？没呢。好，黄远林怎么纵火？傻逼，别人看着你走上去的。别人看着你走上去的。哪个人能看到我的？哪个视角？那个叫 RAM 的那个 B 看到你的，你自己。哎，你真的是走上去干嘛？你不走上去，我觉得你就守着那个漏斗，那个那里他就攻不进来了。这是真的。小黄。你那个地方是高的，下面封的烟，他从上，你在上面，他往上看是没看到的。你刚才就守着漏斗那位置，然后我们打远点，给你扔雷，我觉得都能打赢了。谁要砍了猴子上树？这一波非常之尖锐加尴尬。但是他这波，我看看他怎么看到你的。我估计他在毒里面就看到了。嗯，不可能，这个事也不可能。如果在毒里看不到我，他凭什么能看到我？如果你要说他怎么看到，守着不是说一个雷，守着同时我们可以扔他雷，你知道吗？这队友感觉好厉害哦，好专业哦。看他这个镜头的样子，就像个高手啊，兄弟。到处看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谁看到了？厉害，这一队有点猛，牛逼！余光看到，余光看到了。哎呀，刚好看了你一两节。我跟你说，这波全部黄彦霖，我本来对面这一队再厉害他都进不来的，他爬上去了。